动的信号，一开播就广受好评。优雅知性的女一向天歌与阳光男孩奥斯卡互发心动信号，活泼可爱的女二胡金明与沉稳内敛的男一周游互相示好。而在近期播出的节目中，周游和胡金明高甜撒糖，向天歌则倾心于刘泽轩和奥斯卡。谁知近日有网友爆料趁偶遇心动的信号，嘉宾周游和向天歌并晒出一段两人搂抱前行的视频，视频中男方搂女方的肩膀，还上眼摸头纱，互动很亲密，疑似恋情曝光。这么 VQS 接追的西红柿 CP 甜选 CP 还怎么追下去？在节目中王静文给大家的呈现的是一个单纯可爱且经历很少的女孩，甚至说可以很柔弱的女子，在和男四郭如宾的交流更是让观众觉得是恋爱小白甜。但是现实总是让人始料不及，在一个时尚潮流展相关的视频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王静文。据网友爆料，视频中作者为了更加了解时尚潮流圈，邀请小潮女兔兔，也就是女四王静文，当时尚潮流展的采访记者。这是视频中王静文自己讲述观察他人的一个角度，并且对于作者买不起一万多的鞋子表示惊吓，对于潮流也有自己的见解。据网友爆料，大概只有超越看出了王静文的人设，才会说出男嘉宾夸一个女孩聪明并不是件好事。更可怕的是，有网友爆料这位小白兔在上节目前有一个男友，不过上了节目之后他就秒单身了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让我好好的追完这个剧不好吗？都是演员，第一志愿是你，没有第二志愿。我以为你第二志愿会选向天歌，名将第六感还是挺准的。心梗的信号虽然不知道爆料真假，大家还是坐等真相吧。